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吴淑文。今仔日是新历三月初二，旧历二月初十，礼拜五。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来看，伫咧三月初一下晡四点外，伫咧鹿港的中正路连续传出六声的枪声，和附近的民众拢吓一跳。原来是一名开着叉拉车吸毒的人，看到埋伏的环境，想要开车逃走。警方是连续来开六枪，打破车链，才顺利将伊逮捕。刚开始是听到用喊的啦，后来就枪声大作啊，乒乒乓乓，然后朝着我们店门口直接冲过来。我老婆以为是那个黑社会在火拼呢。监视器清楚录到连续的枪声，开着那些货车的驾驶，用快到警方的围捕，拍算把去逃走。关键对抗鸣枪了后，向车辆开枪，才成功来制服嫌犯。对抗鸣枪，鸣了一枪哦，他又哦在中正路上哦大回转哦，大概360度的转弯哦。我们同仁又怕伤及无辜，所以又对他右前轮打了五枪，开了五枪，打破他的车子，他又在路上跟两台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我们都顺利把他逮捕到案。因为那时候是车辆跟行人很多下班时间，但是为了要制服逃走的嫌犯，警方不得已才开枪，这也让附近的民众都吓一跳。警车从后面过来嘛，那个警察从这边冲过来，然后他就从这里的，就这里那边还有刹车痕啊，从那边回过来撞到这里，啊，警察就拿着一支枪冲过，就是冲到店门口来啊。嫌犯伫咧北区要逃走的时阵，撞到后边一台货车甲轿车，好佳哉两名车主拢无受伤。啊，那是嫌犯所驾驶的货车车链，因为去枪支拍破，才成功来阻止嫌犯逃走。同时，伫货车顶头嘛，敲出微量的毒品甲注射针，将嫌犯移送法办。大专新闻刘伟婷鹿港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交通新闻。原本预定伫三月初一就要拆除的园林路桥，也就是基隆路桥，因为替代道路还未开通，三月初二相关单位再度到现场会勘，民意代表拢认为讲，基隆路桥一旦拆除，车流量一定会造成园林市区的大塞车。只是这项工程一再来拖延，也会来影响到园林铁路高架化的进度，因此嘛是决定三月初一要来封闭着基隆路桥开始拆除。通车已经36年的园林路桥，也就是园林人所讲的基隆路桥，因应着园林铁路高架化，原本伫去年7月就要拆，拖到即马，又搁因为替代道路的问题，恐惊要爱搁延期。为着赶上工程的进度，相关单位再一次到现场会勘。不过，真侪位地方民代对交通的问题，嘛是有相当大的疑虑。上班的卖对车啦，上班你对车来，伊到几公路都要左转，做进修国小。啊，进修过程，囡仔六年以下，就是从路段性来开通啦，路段性的，系啊，你顾虑着恁工地的问题，你个个人的这个时间的延宕的问题，啊，这点我会当甲你体会，但是
你嘛袂当，因为就安尼就无顾虑到所有交通的措施、配套措施的问题啊。安尼因为工程已经严重延迟，管府地政处表示，基公路桥拆除是应用着铁路高架化，规划时阵都无甲30米宽定道路当作替代道路。即马除了有原本的中山路会当代替，又搁有30米道路，对交通的冲击应该是比较较低。单向先单向的通车，其实这个部分哦，那个日后来研究都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建议就是讲，大家要把它定位一个部分，就是讲，咱这条30米的道路，其实是新增加一条道路。你本来的道路都会使行的，我今日增加一条道路给你行，敢会较歹？一定较好的嘛。啊，你袂使讲伊要封桥，所有责任拢关我。哎，天下敢闹这款代志，有公平无？无公平啊！目前这条新开辟的替代道路已经完工，施工单位嘛将伫3号先开放通车，服用路人适应。南派车辆会当直行中山路，或者是正越30米替代道路；北上的车辆会当对整修路倒越接30米替代道路，或者是又搁转接中山路继续向北。园林警分局伫上下班的时间，卖调配环境伫路口进行交通疏导。大众新闻中心梁园林采访报道。来看政治新闻，民进党伫2号早起来举办着彰化县议会党团总召、副总召甲干事长交接典礼。遇到关机关李俊玉接任总召，赖清美担任副总召，干事长的部分是由着关机关江水燕来担任。民进党议会党团三长来交接，包括着国民党一个议员以及超党派联名议员，嘛拢前来祝贺。民进党彰化县议会党团总召、副总召加干事长的交接，2号早起伫县议会地下室举行。由县议员李俊玉接任着总召，赖清美担任副总召。干事长是由着县议员江时彦担任。议长谢振林表示，在议员同仁的协助之下，互惠和谐，做伙来替彰化县拍平。谢振林议员对着吼咱县政府啊所有议题的吼。整个的发问还有的关系哈造成我们整个我们的县府议会哈有很多巨库的空间哈都做得非常的好哈，也感谢我们的党团成员哈对别哈这些咱金阁关注还有问题的关心哈。将来担任更高龄的政治委员金珠，马鼓励新任的党团三长，更加希望民进党所有的议员拢会当扮演好家己的角色。关键的监督，也是讲咱预算的看守。我相信伫今年开始，嘛会发挥搁较大的战力。所有嘅钱拢是咱人民的纳税钱。啊，毋盲讲咱的议会党团，伫咱李俊如总召的带领之下，好好来看守人民的纳税钱，好好来监督关键所做的工作，是毋是符合咱的民意。而且民意代表天经地义，就是富有这个天职。因为新任的总召李俊玉是资深的县议员，已经担任过3届党团总召，这回是第4届。李俊玉讲，再次接下这项职务，会当恭喜这任的开始。做议员的时阵，就是民意代表，当然就是代表民意。那原金嘛，原金嘛是民意代表，我嘛是代表民意。所以讲，哎，对着彰化县民好的工作，我一定努力来做。尤其咱所知影，咱嘛希望着讲，咱的县政府、咱的副县长，啊，伫未来，不管是中央是有啥物政策，但是咧，只要对咱彰化县民也好诶。咱的党员有来努力来做，相信议会大家会甲你支持。目前民进党团体关议会当中有17席的议员，影响力是愈来愈大。李俊玉强调，未来将会搁较严格来监督关键，为全民争取福利。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新港新会爱心慈善会连续10年来，逐年拢会捐助将近80万的奖助学金，予乡内5间国中国小学童。等一下广告回来，报予您知。